丰腴体态，红润面庞。右手食指和中指拈起棋子，似为寻得落棋之处，在费心思量。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纳187号墓出土了一件破碎的绢画，经过专家精心修复后，一幅贵妇弈棋，侍婢观棋，儿童嬉戏的工笔风俗画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又以画面中心对弈贵妇，最具神韵，风姿绰约，绢画也因此被命名为《弈棋仕女图》。弈棋仕女图高约63厘米，宽约54厘米，现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画中两名对弈者，左侧之人缺失，右侧为贵妇，发梳高级，是以簪花宝钿，阔眉细目，面颊丰润，上穿绯色对领兰花短襦，肩披白纱，下着绿色长裙，侧身坐于地毯之上，正凝神注意棋局，神态端庄，表情生动。左右各有数名侍女，身穿男士长袍，仪态安闲。出土《弈棋仕女图》的阿斯塔纳187号墓，墓主生前为安西都护府官员，根据墓志及墓主殿玺边上“唐天宝三载”的文书残片来看，这幅画可能作于开元前后。一幅内容简单的绢画，却有丰富的信息蕴含。作为我国古代四大艺术之一，围棋的历史源远流长。初唐时，围棋活动由宫廷发起，向民间传播。盛唐时期，由于唐玄宗大力倡导围棋易道，盛极一时。弈棋仕女图中的贵妇以棋娱乐，说明当时中原的弈棋之俗已传至高昌地区。弈棋仕女图中的贵妇及亲属身着短襦长裙，这是唐代妇女的基本服饰。襦为短上衣，裙为下长。命妇阉居及平民女子皆以襦裙为长服，而图中的侍女身穿男士长袍，与《旧唐书·渔服志》中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丝一贯一的记载相符，是当时唐朝贵族阶层的流行风尚。艳丽的服饰，丰腴的形象，《弈棋仕女图》虽然出自边疆，描绘的却是典型的唐代贵族妇女形象和服饰，显示出唐朝中原文化对吐鲁番地区的深远影响。公元640年，唐朝设西周后，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更为密切。不仅是中原地区的服饰文化在新疆地区成为时尚，中原地区也深受边疆服饰文化的影响。据记载，唐时上自帝王官宦，下至庶民百姓，无不清新朴俗。《新唐书·五行志》中也有“天宝初，贵族及市民号为胡服胡帽”的记载。与《弈棋仕女图》一起出土自187号墓的彩塑骑马女俑，头戴高耸帷帽，是典型的胡画风格。而在《弈棋仕女图》中，贵妇等人虽然穿着汉装，发饰却是西域流行的回鹘髻，这种现象正是我国各族文化互鉴融通、相互影响的结果。
一幅一旗仕女图，见证了新疆地区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是唐代新疆地区各族文化在中华文化沃土中枝繁叶茂的真实写照。1973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对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进行发掘时，在阿斯塔纳206号合葬墓内，发现了一尊天王踏轨镇墓墓俑，由一个彩绘天王和一个素面小鬼组成。在经过清理之后，专家们发现这尊木俑是由30多块雕琢后的木料拼接粘合而成，连天王牙齿这样细小的部位都可以拆下来。精巧的设计在新疆历来出土的镇墓俑中十分罕见。天王踏轨木俑通高86厘米，采用的是浮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有着夸张的五官和周身鲜艳的纹饰，头顶以红带束发，面部两道浓眉倒挑，双目怒瞪，阔口大张，配上嘴唇和下巴上的浓须，显得十分威严。天王上身披甲，一臂高举，所披甲以大红为底色，上面以黄、蓝、绿、黑诸色绘制流云纹牡丹花卉和描金边饰，色彩鲜艳，尽显华贵。胸前配有两块绿色护颈，双肩饰以虎头状护脖，虎口中延伸出绘有菱格的内层护脖，构思奇特，气势非凡。天王腿部着靴，一足踏于小鬼肚腹，小鬼头戴小帽，宽嘴短鼻，做出痛苦表情，似是要以此凸显天王的神勇和威严。天王的形象来源于佛教造像中的护法天王像。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徒在翻译佛经和传播教义时，时常援引借用道家和儒家的名词术语，三种文化互相吸收，汇通合流。护法天王像也逐渐成为经过艺术夸张的中国武士形象。天王俑出现于唐代，是在武士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往往与镇墓兽一起置于墓葬中，以保护墓主的安宁。以俑随葬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丧葬习俗。唐至西周后，中原的丧葬习俗被西周居民积极仿效。他们不仅严格遵循仪礼中有关丧葬的规定，家族成员死后还会共葬一个墓群。除了出土彩绘天王踏轨墓俑的206号墓，336号墓出土过一件木身彩绘高髻泥头男俑，224号墓出土过一件彩绘戴高帽胡人头像。
可见当时仪勇随葬之风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相当盛行。这尊彩绘木俑天王所穿铠甲，是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武将的样式，甲上纹饰也尽显中原地区特色，但在裤腿和袖口则是漂亮的西域特色纹饰，纹饰上看似不经意的混搭，显示出中原和西域间的密切联系。威武的天王，精美的纹饰，生动反映了新疆地区各族文化始终扎根中华文明沃土，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上马带吴钩，翩翩渡陇头。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时日过杀气，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重，四蹄皆血流。万里奉王室，一身无所求。闻说轮台路，连年见雪飞。春风曾不到，汉室亦应息。百草通疏勒，青山过武威。秦王感到远，思向梦中归。这些豪迈超绝的诗句，出自唐朝著名边塞诗人岑参。一生中两度出塞到西域从军的经历，在他的诗句中打上了深深的边塞印记。交河郡长行坊支柱马料坟卷，1973年出土于阿斯塔纳第506号墓，所在内容大部分是唐天宝13至14年西周和亭州驿馆上报的马料收支账。在这份长达180多页的文书中，有郡房贴马6匹，迎岑判官，8月念4日，时迈4斗5升，赋马子章15。房贴岑判官马7匹，共时清迈3斗5升，赋健儿陈金的记载，是岑参在新疆地区活动的确切记录。边塞诗起源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得益于国力强盛和文化的空前繁荣，在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和入墓制度的刺激下，一些文人投笔从戎，奔赴边疆，使得边塞诗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据《沧浪诗话》记载，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以岑参、高适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将新疆风物融入诗歌，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将士豪迈的家国情怀，在唐诗中独树一帜。楼兰、
大漠、烽火、狼烟、葡萄、羌笛、胡雁、马等，构成了边塞诗中最常见的意象和符号。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岑参以细腻的笔触、瑰丽的想象，写出了新疆深秋之际北风呼啸、飞雪飘舞的壮丽景色。岑参的《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中，还有“轮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这样的诗句。他与李琦的“南山结主为壁立，此月本自秋此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李琦的“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等，充分展示了新疆地区的地理人文风貌。唐朝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公元630年，唐朝联合漠北、回纥等部消灭东突厥汗国，夷吾城主率所属70%自愿归顺唐朝，高昌、燕齐、秋兹、疏勒等纷纷效之。公元657年，唐朝完全统一西域后，新疆地区各族对唐朝的政治归属感日益加深。坐餐书俗语，月杂一方生。在奉陪封大夫宴中，岑参用简练之语描绘了在一场宴席上各族人员操着不同语言演奏各族音乐的场景。花门将军善胡歌，叶赫藩王能汉语，形象地反映了当时新疆地区汉语的学习和使用日渐普遍的现象。传唱千年的诗作，是时间沉淀出的文化瑰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发展的真实反映。渭干河又称秋兹川水，发源于天山南坡，有木扎尔特河、克孜尔河等六条支流汇流而成。坐落于渭干河东岸雀尔达格山口峭壁断崖间的库木土拉石窟，东距新疆库车市约30公里，是一处颇具规模的石窟寺遗址。库车古称秋兹。魏晋时，佛教在新疆地区的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在佛事昌盛的秋兹、于田、疏勒、高昌、鄯善等地形成了佛教中心。据《晋书·四夷传》记载，
秋瓷城中有佛塔庙千所，最大的寺院昭姑里大寺，享有秋瓷国寺的地位。这一时期，秋瓷境内开凿了成群的佛窟，库木土拉石窟即为其中之一。独具特色的佛教石窟艺术大放异彩。库木土拉石窟始建于五世纪，十一世纪时衰落。已编号的112个洞窟里，残存壁画面积约4000平方米，主要以描绘大乘佛教内容为主，笔法柔和细腻，线条圆润流畅，壁画艺术唐风较浓。库木土拉石窟第16窟主师右壁，描绘着佛教题材药师净土变的内容。画面虽残破，但人物佩帛飘逸，祥云纹样浮动，团花色彩典雅，营造出满壁风动的艺术效果。这种源于大乘经典的巨幅经变画，画中的人物形象、装饰元素等，正是唐代中原地区流行的艺术表现形式。据《旧唐书》记载，公元64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迁至秋瓷，由安西都护兼统秋瓷、燕齐、于田、疏勒、安西四镇。秋瓷成了西域的政治中心，中原地区与秋瓷往来更为密切，大量的官员、士兵、商人以及内地僧人进入这里。许多内地僧人在此主持建寺，中原地区佛教回传西域，秋瓷佛教艺术深受影响。其中库木土拉石窟因带有浓郁的中原地区艺术风格而被称作汉风窟。五莲洞是库木土拉石窟第68至72号窟的统称，也是其标志性的洞窟。在离地十余米的崖壁上，并列开出五个石窟，每个窟都由前室、主室和后室组成，为传统秋瓷式的中心柱纵券顶窟或纵券顶长方形窟，内有残存壁画、汉文及秋瓷文壁刻或题记，窟前开出通道以使五窟相连，通道前有石壁，壁间凿出明窗。清代徐松在《西域水道记》中有渭干河东流，折而南，凡40余里，经丁谷山西，山势陡绝，上有石室五所，高丈余，深2丈许，旧壁凿佛像数十铺，璎珞香花，丹青斑驳的记载，描述的正是五莲洞的情形。在库木土拉石窟，汉文题记随处可见。在第79窟有汉文、秋瓷文和回鹘文题记合书于一壁的情形。值得一提的是，窟内绘有的回鹘供养人面如满月，头戴高冠，身着唐式盘领长袍，壁画艺术风格充分显示出以汉风为主、多元融合的特征。风云激荡，岁月变迁，库木土拉石窟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各族文化长期交往交流的见证，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也因此变得厚重而辉煌，丰富而灿烂。
茫茫苍苍的戈壁，岔流交错的长河，编织成大地经纬。在新疆库车市以北约20公里的库车河龙口，一片规模庞大的佛教建筑遗址群被奔腾的河水分割成东西两处。这是新疆迄今发现的最大佛寺遗址，苏巴什佛寺遗址。一河相隔，两寺隔水相望。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布局，正与《大唐西域记》中“荒城北40余里，皆山阿，隔一河水，有二伽蓝，同名昭姑离，而东西随衬”的记载相吻合。专家认定，书中所记的昭姑离大寺即为苏巴什佛寺。苏巴什佛寺始建于魏晋时期，此时西域的佛教发展已进入鼎盛阶段，佛寺林立，大量僧侣来往于中原与新疆地区之间，形成了于田、疏勒、秋瓷、高昌、鄯善等佛教中心。苏巴什佛寺是秋瓷当时最大的寺院，享有秋瓷国寺的地位。秋瓷高僧鸠摩罗什曾受秋瓷王之邀，在这里弘宣大乘经论。200多年后，唐朝高僧玄奘西行求法时途经此地，见寺宇恢宏，僧侣云集，佛事兴盛，于是停留月余讲经弘法。现存的苏巴什佛寺遗址分东西二寺，总面积约18万平方米。东寺依山而建，遗址上可见佛殿，佛殿残墙上有佛龛，殿外有佛塔，塔基呈方形，塔身为柱状圆体，周围分布着僧房、禅房等建筑。西寺的建筑遗存较多，主要由佛塔、佛殿和南部寺院组成。北部佛塔附近有禅窟，窟内有残存壁画和题记。中部佛塔保存相对完好，塔身呈方形，由土坯垒砌，分5级。佛塔二层平台上有中心柱支提佛殿。佛塔塔基东西宽约20米，南北长约40米，高约12米。塔的形制与结构明显受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影响，突出加高的塔基则带有明显的秋瓷本地特色。苏巴什佛寺遗址是新疆地区重要的文化遗存，曾出土佛像、壁画、古钱币和文书木简等珍贵文物，大多被西方列强的探险家盗走。在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1903年从这里盗走的文物中，有一件秋瓷舍利盒，盒身会有一对由21人组成的乐舞图，是对西域著名歌舞戏苏幕遮的真实记录。乐舞图的画面精美，人物形象生动，舞者身着彩衣，头戴面具，箜篌、排箫、腰鼓、铜角等乐器的演奏者则身着锦绣花边长袍，足蹬高筒皮靴，是典型的秋瓷世俗男子形象。世俗的乐舞与佛教紧密融合，说明佛教的思想、佛事活动等已经融入了秋瓷人的生活。1958年，考古学家黄文弼曾在西寺发掘出大量的陶器、铁器、木简、经卷以及唐代的钱币等。这些发现不仅展现了秋瓷地区长期作为西域佛教传播中心的历史，
也佐证了丝绸之路龟兹地区发生的多种文化和商贸交流。七世纪中叶，唐朝安西都护府已设龟兹后，内地高僧云集，苏巴什佛寺晨钟暮鼓，香火不绝。九世纪时逐渐衰落，伊斯兰教传入后，苏巴什佛寺彻底废弃，但遗址内的高塔凌空，佛殿巍峨，依然映射着这里曾经的辉煌。可汗堡位于高昌故城遗址内城北部，由土坯高塔、地面和地下双层建筑组成，是一座略呈方形的小城堡。这里出土过回鹘贵族享宴的壁画，曾是高昌回鹘王居住过的王宫。高昌回鹘王国是由自漠北西迁的回鹘人建立的。回鹘原称回纥，隋唐时期的回纥人是维吾尔族先民的主体，活动在蒙古高原，最初受突厥统治。六世纪中叶，突厥兴起于阿尔泰山一带，建立的突厥汗国控制着漠北草原、准噶尔盆地和中亚等广大地区。据《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嗜行暴虐，对西域诸民族进行残酷奴役，激起了强烈反抗。在反抗突厥统治的进程中，回纥人积极寻求唐朝庇护和支持。公元744年，唐朝与漠北回纥、葛罗禄等联手平定后突厥汗国。作为我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突厥随着汗国的消亡而解体，并在西迁中西亚过程中与当地部族融合，形成多个新的民族。而回纥首领古力培罗因功被唐朝册封为怀仁可汗，建立回纥汗国。此后历任回纥可汗都要经过中央政权册封承认。公元788年，回纥上书唐朝，自请改汉字译音为回鹘，意取回旋清洁如鹘也。公元833年，唐文宗册封回鹘可汗，在《全唐文》中留下了"海内四极，唯唐旧风，天下一家与我同轨"的文字记录，可见唐朝将回鹘视同一家，不分彼此。9世纪30年代后，蒙古高原连年自然灾害，回鹘汗国内部矛盾不断激化，逐渐走向衰亡。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被霞夹斯攻灭，回鹘人除一部分迁入中原地区融入汉人，其余分三支，一支迁往吐鲁番盆地和今天的吉木萨尔地区，建立高昌回鹘王国，
一直迁往河西走廊，与当地诸族交往融合，形成裕固族；一直迁往帕米尔以西，后分布在中亚至今喀什一带，与葛罗路、样摩等部族一起建立了喀拉罕王朝。忆都护高昌王世勋碑，20世纪30年代发现于甘肃武威，碑刻正面为汉文，背面为回鹘文，其中一部分记述的是关于回鹘人起源和西迁的历史。194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西行途中踏得此碑碑文，这些碑文成为了研究回鹘历史的重要原始资料。回鹘西迁后建立的地方政权对中原政权的认同始终如一。作为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高昌回鹘与喀拉罕王朝具有浓厚的中国一体意识。公元962年，高昌回鹘派使者到宋朝，以方物来贡，后又遣僧人法渊进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等。公元1081年，喀拉罕王朝遣使北宋，称宋神宗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喀拉罕王朝之所以称呼宋朝皇帝为阿舅，是因为唐朝既以公主下嫁，故回鹘世称中朝为舅，中朝每次答诏亦曰外甥，五代之后皆因之。说明回鹘和中原政权的臣属关系并没有因中原政权更迭发生变化。在长期的生活中，西迁的回鹘人相继融合了吐鲁番盆地的汉人、塔里木盆地的燕耆人、龟兹人、于田人、疏勒人等，构成近代维吾尔族的主体。元代，回鹘人在汉语中被称为维吾尔，明代时沿袭这种称谓，清朝至20世纪初则称回部。1934年，新疆省发布政府令，决定统一使用维吾尔作为汉文规范称谓，意为维护你我团结，精确表达了名称的本意。木头沟是火焰山山脉中的一条深沟，位于新疆吐鲁番市东北约40公里处。发源于天山博格达峰的木头沟河在沟谷里静静流淌，在这片几乎不着寸草的赤地上，滋润出一带绿色，也滋养出一处著名的佛教遗址博斯克里克石窟。博斯克里克石窟现存洞窟83个，大大小小的石窟以牙凿见砌筑，
高低错落，散布在木头沟河西侧约一公里范围内的断崖上。有壁画遗存的洞窟超过40个，保存壁画总面积约1200平方米，是吐鲁番现存洞窟最多、壁画内容最丰富的一处石窟寺。石窟开凿于屈氏高昌时期，曾出土过写于公元559年的妙法莲华经残卷和一批距今1500年左右的斗拱等木结构建筑物构件。唐朝设西周时期，博兹克里克石窟叫宁荣寺。敦煌石室出土的西周途经残卷中，即有宁荣窟寺一所，又在前庭县界山北聂二里宁荣谷中的记载。1984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博兹克里克80号窟西面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方石碑，高75厘米，宽50厘米，碑面凿磨平滑，阴刻汉文14行，记录了公元8世纪时北庭大都护杨喜拱在此重修寺院，窟下造厅4所，修东厨1所，并造廊窟之类的事迹。这方名为杨公重修寺院碑的出土，说明博兹克里克石窟在唐代已成为西域一处重要的佛寺中心。高昌回鹘时期，早期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将一些洞窟改建为摩尼窟。博兹克里克38窟有摩尼教壁画，壁画中央会有3棵树叶茂盛、果实累累的树，两侧为摩尼教徒在祈祷。1980年，这里还出土了一件粟特文摩尼教徒信札，长268厘米，高26厘米，有墨书134行。上面前有9款红色印记，中间有彩绘祭月图1幅。高昌回鹘各时期的洞窟壁画，既有佛教内容，也有摩尼教内容，甚至出现过佛教壁画层与摩尼教壁画层叠在一起的情形。这些都是回鹘人曾由信仰摩尼教改信佛教的实证。回鹘人改信佛教后，博兹克里克石窟成为王家寺院。历代回鹘高昌王都在这里建有洞窟。如今仍存有壁画的洞窟中，有20余窟均绘有高昌回鹘王像。画像面容饱满，眉眼细长，体态丰腴，带着鲜明的唐代以来中原人物画的神韵。王后画像衣领绘就纹饰，则是受到东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艺术作品的影响。中原与西域、东方与西方的文化在这里擦出了灿烂的火花。博兹克里克石窟是高昌回鹘石窟的典型代表，也是一座多元文化荟萃的艺术宝库。20世纪初，因屡遭列强盗劫破坏，大量珍贵文物流落海外。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从劫后残存的石窟壁画和出土的汉文、
婆罗米文、粟特文、回鹘文、西夏文等书写的佛经世俗文书残卷中，感受多元文化再次汇融的繁荣景象。天山北路坡前地带，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以西约一公里处，地势平坦，田连阡陌，在大片的农田中卧伏着一处仿石窟建筑，两层排列规整的洞窟残迹十分引人注目，这就是著名的北亭西大寺遗址。北亭西大寺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44米，全部用大型的土坯砌筑于夯土台基之上，分南北两部分。南面建筑以庭院为中轴，东西两侧分置配殿、僧房和库房等。北面为正殿及殿外东、北、西三面洞窟。北亭西大寺遗址是新疆天山以北现存的一座佛教遗址。1979年到1980年，考古工作者曾对其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出南面的部分配殿及东部的佛窟，发现大量残损的佛像、壁画以及回鹘文和汉文的题名、题记等。雕工细腻的佛像，有的外贴金箔，壁画画面精美，画技高超，远非一般民间佛寺所能达到的水平。在北亭西大寺遗址残存的壁画中，现存有义东户、长史、公主等高昌回鹘王室供养人像。专家断定，北亭西大寺是高昌回鹘时期主要由回鹘人兴建的王家佛寺。公元840年，回鹘从蒙古高原西迁，其中一部分迁往今新疆吐鲁番盆地和吉木萨尔一带，建立了高昌回鹘王国。原来信仰摩尼教的回鹘人，在当地佛教的影响下，逐渐改信佛教。他们用回鹘文翻译佛教经典，开凿佛窟，绘制壁画。在佛寺正殿中央，有一尊高大的坐佛残像，东西配殿中有一尊长10余米、仅足部保存较好的卧佛。正殿的东侧有3层洞窟，其中顶层洞窟已全部坍毁，余下2层洞窟保存较好。窟内有佛像和壁画，虽然佛像损毁严重，但仍依稀可见其僧衣飘逸，腰身婀娜。
娇角菩萨造像是典型的印度造像风格，也出现在北庭西大寺的壁画中。王者出行图残存于北庭西大寺遗址105号配殿，画中有连绵的群山，严整的马队和侍从，一位衣着华丽的男子端坐于白色巨像之上，双足以娇小的姿势置于身前。尽管时隔千余年，壁画色彩依然艳丽如新。从造像、壁画的规模和数量，可以感受当年佛教的兴盛景象。北庭西大寺遗址为我们了解我国维吾尔族先民宗教信仰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博格达山脉南麓吐鲁番盆地绿洲外围的戈壁上，自高处而下，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圆土包，呈一线串珠式排列，构成一幅幅颇显别致的风景。这些圆土包其实是新疆一种独特的地下水利工程，坎儿井的竖井口。坎儿井意为井穴，有竖井、暗渠、明渠、涝坝四部分组成，在高山雪水伏流处确定水源，依随地势，每一定间隔打一口竖井，井底以暗渠相沟通，引水下流，暗渠出水口与地面明渠相连，从而将地下水引至地面，以作生活灌溉之用。坎儿井大部隐于地下，无惧炎热风沙，自流流量稳定，是干旱地区维系绿洲生存的特殊灌溉系统。新疆现存1600余条坎儿井，总长超过5000公里，主要分布在吐鲁番和哈密两地，是我国各民族创造的伟大工程之一。吐鲁番盆地虽然酷热少雨，但其北依博格达山，西倚喀拉乌城山，大量冰雪融水渗入戈壁，汇成潜流，为坎儿井提供了丰富的地下水源。加之这里具备良好地质条件，沙砾和粘土交结土质，质地坚实，井壁及暗渠不易坍塌，因此坎儿井数量尤以吐鲁番为多。坎儿井的历史源远流长，据《史记·河渠书》记载，汉武帝发足万余人穿渠，自城引洛水至商岩山下，按扇崩乃凿井，深者40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
警渠之声自此始。研究表明，新疆地区的坎儿井源自中原地区的警渠，警渠法传至新疆地区，经各族人民完善，发展为坎儿井。在《汉书·西域传》中有宣帝时汉前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前使者按行表穿卑低侯井以西，欲通渠转谷，积居卢仓以讨之的记载。三国时孟康著《卑低侯井》，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涌出，在白龙堆东土山下，六个竖井井下通渠引水的工程样式与现存的坎儿井别无二致。清代是新疆坎儿井的大发展时期，据《西域图志》《新疆图志》等记载，清末民初，巴里坤、玛纳斯、哈密、吐鲁番、和田等地都有坎儿井，现存坎儿井多是清代陆续建造或维护的。坎儿井对于新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深远。林则徐曾著文评价，此处田土高于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在林则徐的推动下，吐鲁番、鄯善、托克逊大力新挖坎儿井。鄯善七克台乡现有60多道坎儿井，多为林则徐推动后开挖，当地人称林公井，以为纪念。道出行回火焰山，高昌陈郭圣连环，书泉学弟分浇灌，河鼠盈盈万顷间。这些前行于茫茫戈壁的坎儿井，润泽了新疆大地，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理念的真实写照，见证了千百年来各族人民建设新疆的丰功伟业。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位于昆仑山以西帕米尔高原东南端，与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三国接壤。这里雪峰高耸，河谷开阔，草滩秀美，曾是古丝绸之路经新疆穿过葱岭通往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必经之路。与辽宁石城、南京石城并称中国三大著名石城的石头城遗址，即屹立于县城北部的塔什库尔干河左岸。石头城是一座以石块夹土垒砌的古城遗址，建在一处高约20米的石岗之上，石岗西依萨雷阔勒岭，东临塔什库尔干河，河谷至此变得十分开阔，自河滩至山前为风貌草场，时有牛马羊散处其间。
古城遗址依石岗形式而建，略近方形，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保存相对完整，其城东市寺院遗址、城西和城东南残存40余件居室遗址，城基用石头，城墙以泥石筑起，大部分城墙、马面、雨墙、角楼及东北角大门保存完好。外城损毁严重，依稀可辨出炮台和民居残址，城外则建有多层或断或续的城垣，隔墙之间石丘错落，乱石成堆。早在汉代，塔什库尔干称蒲犁国，属西域36国之一，受西域都护府管辖。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蒲犁国王至蒲犁谷，去长安9550里，虎650，寇5000，胜兵2000人，侯都尉各1人。石头城即为蒲犁国的王城。自三国时期至唐开元年间，塔什库尔干被称为切盘陀。据《新唐书·西域传》记载，切盘陀至葱岭中，都城富喜多和，胜兵1000人。公元644年，玄奘取经东归，曾路过此地，在《大唐西域记》留下切盘陀国，国大，都城积大石岭，背喜多和的技术，正与石头城的地望特征相符。开元中期，唐朝在石头城设葱岭守拙所，受安西都护府管辖。守拙是唐朝在边地的驻军机构。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拙，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葱岭守拙所是唐朝设在帕米尔高原上的戍所之一，充分说明这里当时是唐朝的直属版图。元朝初期，石头城被扩建。光绪28年，清朝政府在此设立蒲犁厅，对石头城进行了维修和增补，后来又在石头城南面建新城，这一座石头城渐渐废弃。石头城遗址曾出土过部分陶片残片、婆罗尼文书和佛寺壁画残片等文物。2016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石头城遗址考古发掘过程中，在一座公共墓地里出土了一具做工考究的四直腿厢式木棺，以棺木敛葬，让逝者入土为安，是中原地区流行的丧葬习俗。木棺的出土反映了中原文化在帕米尔高原地区的传播。一座石头城，铭刻1000余年的岁月痕迹，也记录了历代中央政权管辖治理西域的历史。